在竞赛跑道上，接着要进行的是高女的100公尺花篮。那大会提醒一下，我们欢迎长官来颁奖，长官各级县市的长官，好麻烦一下，好不要就因为全国中的学校运动会还是蛮神圣的，拜托谢谢。高女100公尺花篮预赛一共编列4组，每组取3名，另外择优4名参加总决赛。为大家做告示介绍，第一组第二道中明高中朱宇文，第三道湖口高中李三明，第四道北方高中蔡宇慈，第五道北门高中李亮仪，第六道阳明高中钟兆珍，第七道中心商工连家田，第八道东大体中翁明杰，第九道罗东高中简小娟。第一组参考成绩14.87。谁啊？第一名选。介绍第三道景和高中郑海云，第四道麦寮高中王清秀，第五道三明高中李姿怡，第六道阳明高中高思琴，第七道松山招商林笔成，第八道新民高中纪延清，第九道北科附工黄明轩。
第九道美丽的周灿珍。不会比他那个，哇，怎么，哇那里，那谁的给你？那谁的给我？啊，对啊，是哦。第四组到此介绍，第三道松山家商吴品佳，第四道第三高中郭先弟。第五道东大广州杨宇胜，第六道海星高中李宇福，第七道桃园高中徐继新，第八道新北宁德刘廷威，第九道三重高中李佩荣。网络界的拢有限啦，方便。哇，这个假，这个假，这个假，哪里有啊？是吗？是啊，东大附中的。下午就会有一把四把决赛。